不吃，吃不吃啊？不吃，吃，怕我这个味儿。夫人坐好了，坐，夫人。哎呀，夫人说这个味儿真行啊！哎呦我操，夫人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味儿跟我身上一个味儿。哎呦妈，这真香呢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？哎呀我的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香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啊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太香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哎呀我太香了，我要受不了了，淌哈喇子了。哎妈，太香了，真香真香，受不了了！哎，这瓶盖都真香呢，这瓶盖都真香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，控制不住了，妇女控制不住了，家人们，妇女控制不住了啊！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真香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谁做的这玩意儿啊？谁研究的这玩意儿啊？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谁研究的这玩意儿？啊，你到时候给我打开呀！你馋死的，馋死！你到时候给我打开呀，馋死的！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么香啊？我怎么感觉爱不释手呢？我怎么啊？馋死的！能不能打开？方便给我打开，让我尝尝啊！馋死的！你有点咸，有点咸呢，还是瓶子好吃？哎呀！有点咸呢，我操！去你大爷！你们那是干了么好几口福宁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真香呢，这玩意儿啊！福宁爱不释手啊！福宁，他不知道表达，家人们，他只能是他。其实福宁表达方式，你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，家人们啊。已经非常的心知肚明了啊，福宁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真香呢，这玩意儿太香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真好吃啊，这什么玩意儿真香呢？福宁一直没停啊，老铁们看着吗？福宁大那是一直没停啊，看着吗？一直在舔呢，啊，一直在舔这个味儿啊。哎呀，福宁大大说，这怎么跟粑粑一个味儿呢？啊，这粑粑是什么时候拉的？谁拉的？谁这么会拉？拉这么啊？这拉这香呢？这个味儿，哎呦我操，怎么舔开了呢？福妞啊，行了，福妞回家。我看别的狗蛋子啊。停止吧，你给腐牛吃点饭。上趴下趴下趴下。再把臭豆腐香不香？哎，香不香？哎呦我操，你别怼他呀。整个盆儿吧，整个盆儿吧。你别怼那。乖了，咱俩坐下了，坐好了。坐下坐下。坐下，咱坐坐坐。啊，咱趴下趴下，在你们臭豆腐好不好吃他们？哎呀，你尝尝你尝尝，你看看都整傻了，你尝尝，你看看，你尝尝，你吃不吃啊？可香。可香了，真香！你尝尝，可香了。我给你打开，给你打开啊，三毛啊，别动。嘴傻了，这嘴傻了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啊，好不好吃？哎呦我操，完了他妈，完了 Seven， 这不整傻了吗？你坐下吧，你坐下吧，整傻了，整哪都是，整这屋都臭味儿。
你看臭不臭？闻闻，这狗果真喜欢吃这臭豆腐味儿，果真喜欢吃臭豆腐味儿。哎呦，咸，有点咸。三文喜欢吃这个味儿啊，家人们，三文喜欢吃这个味儿啊，拉倒吧，换个别的狗子吧，家人们，这味儿太他妈太呛呛了，这味儿太呛呛了。三文，过来，咱们拉倒吧，这味儿太呛呛了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味儿啊受不了。吃还行，家人们啊，说实话，家人们有多少人喜欢吃臭豆腐？但是你要闻这个味儿还真不行，太咸了。既然吃，三文既然吃，我看别的狗蛋子吃不吃？我看试试别的狗蛋子啊！咱过来，来，咱进来，咱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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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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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。老大出来，老大出来，我看老大啊。老大呀，咱家这有臭豆腐，老大你吃不吃？这么狗这都喜欢这个味儿，看来这狗这不是小迷糊蛋的喜欢呢，家人们，这臭豆腐不是小迷糊蛋的喜欢这个味儿啊！啊，我看所有狗都喜欢这个味儿啊！啊，我一次也没吃过臭豆腐，是不是？他们应该都喜欢这个味儿，啊！我给老大看看啊，打开看老大什么感觉啊？你看，香不香？老大香不香？啊？给。那拿走了，老大啊，拿走了啊，老大拿走了。拿走了啊，拿走了，老大，你吃不吃了？哎呦我操，他真喜欢吃，不行，真喜欢吃。我说小迷糊蛋怎么喜欢吃呢，家人们啊，可别试了。我说迷糊蛋子为啥喜欢吃呢？这玩意儿是真好吃。啊，你们说腐牛能不能吃，家人们，你说腐牛能不能吃？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咱们点点亮啊，家人们啊，有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家人们啊，东北黑木耳23.9元180克55一斤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纯正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想买东北黑木耳好吗，可以拍单啊，23.9元180克55块钱一斤啊，狗不怕臭，屎都吃，你说腐牛能不能吃？腐牛大口吃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腐牛吧，听见吗？老大，老大已经吃了啊啊 ，seven 吃了，老大吃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咱看腐牛吃不吃？啊，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，老大来进来，老大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来进，老大进，这个味儿，所以你看你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玩意真香啊，这玩意是真真是好吃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臭豆腐，这玩意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玩意真臭呢，这玩意儿。哎呦我的，真好，这东西真好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受不了了。哎呀整，哎真真香，真香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又真好吃啊。嗯。哎呀上头啊，这玩意上头啊，直上头啊，馋死的，你给我拆开我看看，我尝尝里边什么味儿的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馋死的，这玩意真香啊。哎呀你这爷俩，这娘俩是真喜欢吃这玩意儿啊。都喜欢这个味儿啊。啊，看那臭豆腐啊，知道吗？臭豆腐是狗蛋子，狗蛋子，我看啊，看啊，哎呦我的妈，真香啊！哎，这味里边味儿真浓，哎呦我操，真咸呐、啊，这玩意儿，不对，我再尝尝，哎呦，哎是挺咸的，齁挺，真咸呐、啊，那闻着臭是吃真咸呐、啊，哎再尝尝，哎呦妈，真咸，我可不吃了，我可不吃了，受不了了，真咸，啊，臭是臭了点，就是真咸，再尝尝，我再尝尝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就这个味儿。上头了，这回真上头了啊！这回可不吃了，这回啊，这回可记住你了，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我再尝尝，我再尝尝。哎，咋控制不住呢？这玩意儿，这怎么整的？控制不住呢？这是。哎呀，还是舔的盖瓶盖香。哎呀，这瓶盖是真香啊，这真好吃啊，这玩意儿啊，死了真喜欢吃啊，啊！看猕猴蛋子啊，那猕猴蛋子也真吃了，铁们，猕猴蛋子不单是吃，猕猴蛋还护呢。东北黑木耳23.9块180克，家人们，木耳55米一斤啊，家人们啊，东北黑木耳55米一斤啊，有需要木耳的好，行了。不能吃了，这怎么还上头了呢？上劲儿了呢？怎么还？啊！我拿走了啊！怎么呢？那拿走了？那么臭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太臭了！拿来。你咬我是不是？石亮，你咬我是不是？那齁挺咸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真香，这玩意儿！看猕猴蛋子啊，不能吃了，石榴蛋子啊，不能吃了，太臭了，太臭了啊，石榴蛋子啊，不能吃了，说我们臭嘴都臭味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那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呀，那太臭！来，石榴蛋子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石榴蛋子，快进来！石榴蛋子，快进来！石榴蛋子，快进来！石榴蛋子，快！你看还控制不住了，石榴来，进来，快进来！